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鞋底。我现在呢是在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，早上去法拉利主题公园，我感觉是个智商税，就没什么好玩的啊。门票620块钱人民币，我回来我就越想越不对，觉得哎呀，图个啥？真的就没什么好玩的。我现在是准备去这家中国餐厅吃饭，但是我先去钱庄换点钱，因为我还要给那个老板交现金，付2晚上的房费。我想着还是换上100美元吧。这个商场也非常的大，就是去换上一点钱。其实我那天来过这家商场，就突然忘了在哪里换钱了，应该是这里边。这两边的食物可以啊，这餐厅可以啊，这边很多亚洲人的菲律宾餐厅开得风生水起。拿着100美元到了这个钱庄，找那个小姑娘换上100块。这个change money，我记得上一次就是在这个窗口，人呢？基本上，除了人民币没，其他的汇率都有显示。OK，Thank you。也就是换了300多块钱。看一下，100换360.75。我这两天啊也在考虑，就要不要买一个推子把头自个儿推一下，因为哎这一步错步步错呀。我这以前想的就是买一个打薄剪，我还花了168块钱呢，邮寄到了多哈，现在拿不到，然后而我在那个麦迪娜吧，是吧，在麦迪娜买的那个剪子又不太好使，非常不方便，现在处于一个很纠结的状态，是吧。先吃饭。欢乐牧场，这要不是那天我眼睛尖，真的看不到。Hello， No reservation， one person。OK， 这个难道是要预定吗？座位有了，好像看看有什么。反正他一个人是60多块钱，自助的这种。那啥都有啊，可以啊，小吃，这还有一些什么菜什么的，我先搞个调料吧，哎呀，我好久没有吃，像模像样的了，这，就可以，它的肉类还蛮多的，看一下，来上。这是2片吧，是吧？既然粘在一块就行。我一次性不要拿太多了，你太多了可能不太好吃的话，浪费了。这我还有饺子，这个饺子怎么煎呢？这个，这还有冰激凌，可以。哦，我现在闹懂了，它这个是火锅加这个烧烤自助，我这个。对对对呀，这个我就慢慢吃，不着急，先烤点鸡翅，烤点牛肉。哎，我好久没有吃一顿这样的大餐了。哎呀，可以了，我感觉都不需要剪。差不多。哎呦，搞上了这个烧烤小料，看一下啊，我都有点糊了。哎，还是中国人会吃啊。nice。我住的地方距离这就300-400米，
我准备来上两顿。过了再吃点火锅。这搞了点这个菜、豆腐什么的，放到这个锅里，哎，可以吃。这算是火锅串素菜。肉呢就是烧烤，哇、哦，这个太爽了。嗯，估计差不多了。嗯，我以前特别喜欢吃烤鸡翅哦，现在这个干料一散，哎，哇！这餐厅不错，再烤上点这个鸡胗子，放在这儿不着急。嗯，这边是，哎，熟啦，熟啦！好久没吃豆腐了。哎呦，哎。前两天端午节，我应该是找个中国超市看能不能搞点粽子，虽然说我在这个叙利亚也吃够了，但是我还是觉得端午节应该再吃一点，改天路过吧。这边也是中国超市的，你看中国餐厅的食物多种类丰富啊，是吧？要啥有啥，真的呀，中国人啊更多的到海外来打拼创业，赚钱，开更多的中国餐厅，更多的中国超市。啊，太好喝！不过，很多人对这个到国外来打工有误解，就比如说。阿联酋或者沙特，包括巴林、卡塔尔这些国家，巴曼基本上都是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国、菲律宾人在这打工。很多人可能会误认为他们收入非常高，其实不是的，就是因为收入就是不是很高，所以说才没有中国人干，你知道吗？就中国人你出国工作的成本，就是时间成本啊，就是一个月你怎么也要挣10000多块钱人民币以上才行的。你要说是像服务员呀、导购啊这样的工作，就是一个月也就赚个在这边也就赚个3-4千块钱吧，就人民币，中国人是不可能出来在这干这个就是劳工的活儿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你要是想到国外来工作，你首先你要有正儿八经的单位工作，有正儿八经的职业，而且是正儿八经的高薪的收入，就一年你怎么也得收入个10几万你才出来的。你要没有十几万的话，不如在家待着，对吧？这真好。像他们印巴人，他们在自己的国内收入非常低，可能一个月挣不到100美元，但是到这边来呢，能挣300-400-500美元，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挣了钱以后呢，就把钱打回国内，就打回印度、巴基斯坦，然后可以养活一家老小，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吧。嗯，太爽了。刚说到在国外工作，又得再叮嘱一下啊，就如果说你有那种不靠谱的朋友，或者是特别陌生的、不太熟悉的，忽悠你到国外，比如东南亚呀，包括现在的阿联酋。过来说什么？哎呀，挣钱好容易呀，是吧？就是一天坐在办公室打打电话呀什么的，就这样的东西，你千万要注意，知道吧？这边也在抓，知道吧？这边都抓了好多了，那边东南亚那边打击，然后就跑到这边来，这边政府也头疼，对吧？就这个电话诈骗，这是个高薪职业，但是千万不要上当，弄不好了以后呢，就在这儿坐牢。
你要注意。反正到国外来工作，你只要记住一点，如果你没有那种以前的工作经验，要记住，就不是正规的公司，不是靠谱的事儿，要问清楚，知道吧？你要是人家支支吾吾的，劲装神秘，知道吧？啊，让你来了再说，知道吧？那你就注意点了，知道吧？来了就不好回去，知道吧？基本上现在都是骗年轻人，老江湖很难上当。就是那个刚毕业没多久的，想着一夜暴富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我他妈想了十几年了，我也没暴富呢，知道吧？踏踏实实的。这真不错，吃着耍可以，反正我没事干。我9号下午到机场就可以了，这期间我随便浪。只不过就今天我去那个法拉利的那个主题公园，把我坑伤心了，门票居然要600多人民币，哇他妈耶！600多，我吃点饭多好。好久没吃西瓜了，总算是吃了顿贼饱的饭。One person. Yeah, one person. 67 only, sir. Okay. 101. 101. 对。这是。以马类利，利类蚂蚁。一个人是67块钱。这好久没有吃的这么撑了。继续说刚才那个话题啊，就是年轻人啊，如果有正儿八经的机会，就正规的企业、正规的公司、正规的一个招聘、正规的合同，而且呢，你会认为你觉得你能胜任这个岗位。就是你能给公司带来价值，知道吧？不是说是那种就是啊，你过来就行了，你过来就行了，这样子反正工作很多，很好赚钱，很轻松，就是说的那种模模糊糊的、模棱两可的，又是一个什么特别轻松的、挣钱的、高薪的，然后又要看业绩的这种，就一定要注意了。反正如果说你有正规的一个机会，能到国外来历练一下挺好的，毕竟啊，在国外真的是非常锻炼人。你想你在国内的时候出个啥事儿，啥问题了不懂了，什么爹妈舅舅叔叔七大姑八大姨都能可能说是帮个你的忙，就是你就有一种反正至少有人撑着的感觉。你要到国外来以后呢，如果真的就你一个人的话，哇，这什么都要靠自己的，是吧？你就慢慢去研究学习吧，就是环境促使着你一点一点的进步，一点一点的去学习，一点一点的去改变，一点一点去适应，知道吧？反正我是认为的，我现在经过这3年都是浪，我真的我觉得现在的我要是再遇见3年前的我，那完全是两个人的，真的是两个人。我现在就感觉全世界哪儿的人，知道吧？我都能接触，我都能去了解跟他们的交流方式，然后呢也能善于跟他们沟通，我是这么觉得的，知道吧？反正我没事干，喜欢跟人家聊天，知道吗？好了，这个视频呢就到这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，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就这样子，拜拜。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，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，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，点击进入，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，大家记得点赞哦。